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瘦人适合裙子还是裤子。女生常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减肥这两个字了，因为瘦了穿什么都好看，无论裙子还是裤子都很好搭配，跟着自己的风格和气质走就可以了。要注意的是，尽量呢不要选择竖条纹的服装，否则呢会显得更加的瘦死板，而且呢尽量呢不要选择紧身裤，让人很容易把目光聚集在腿部，而忽略掉了整体的风格的搭配。